大家好啊，歡迎你哋又翻到嚟紫欣塔羅解喎。咁咧呢個禮拜咧又到咗我哋互動塔羅嘅時間啦。咁咧呢個禮拜咧就有一個議題，我想講話咧，其實就係關於咧嗱，最近咧就非常之凍啦咁樣。咁上個禮拜咧，紫欣都休息咗一個禮拜，就因為咧實在咧係病咗啦，咁就冇辦法出到嚟喎。咁樣咧就由同事啦就代為咧主持咗一個禮拜嘅節目嘅。咁呢個禮拜咧，其實我自己咧都仲係食緊藥嘅喎。咁咧我點解話呢一個咧病嘅呢個議題咧？因為咧喺我哋嘅工作裏邊咧，通靈啦，或者話係有啲人叫做占卜啦，咁我哋就會叫佢做諮詢或者改運嘅呢一個嘅工作裏邊咧，我哋咧就有或者 New Age 啦新時代呢個範疇裏邊咧，我哋都會講就話咧西藥咧其實盡量就唔好食嘅。點解呢？因為西藥咧，佢就會影響我哋嘅意識嘅喎，咁樣。咁以往咧，我有病嘅時候啦，子欣有病嘅時候咧，都會盡量咧就係由得佢自己自然咁好翻咁樣。咁同埋咧，基本上咧，我係冇乜病嘅，不嬲都係唔病嘅，我個人係。咁啊，繼續 touch wood 先嚇。咁但係咧呢段時間咧就比較多會有一啲小嘅。正所謂即感冒，其實感冒是小病嚟嘅，就真係係嘛，即係人都你抵抗力差的時候就會有嘅病，我覺得大病我係真係從來都不會有 touch wood 咁樣樣嘅。咁但係咧今日嚟講咧，我就呢段時間一直以嚟都有食西藥啦。點解呢？因為咧就要工作啦咁樣咁由之前咧嘗試過，原來咧你有得佢自己慢慢好嘅時候咧，佢係會 take a long time。事實嚟講咧，我點解原來有呢個西藥嘅出現咧？即係我呢段時間喺度就。去用身體去到驗證啦，其實的而且確咧，西藥咧佢會幫你咧禁住咗你好多嘢，所以點解我哋有啲朋友仔就話咧，即係都係做 psychic 嘅工作嘅人啦，就會覺得即係你食咗西藥咧，佢就會係禁住咗你好多嘅感覺。係啦，咁樣咁我哋啦，咁啊呢個禮拜啊食咗西藥嘅子欣又試下，我哋真係去 test 下驗證一下。咁其實咧，食咗西藥嘅時候，對於我哋咧呢一個通靈咧方面咧有冇影響嘅咧，或者對於我哋嘅直覺嘅能力上面咧有冇影響嘅咧？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一齊嚟咧出呢個禮拜嘅無論係塔羅時事啦，同埋係我哋嘅互動塔羅。咁呢個禮拜咧，對於互動塔羅嚟講咧，我又有一個嘅嚟到有一個嘅題目咧，就比較強烈嘅，就係關於自愛嘅喎。咁啊，我哋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咧，我係自愛啊，定係自私緊咧？嚇，特別喺咧中國人嘅社會裏邊啊，其實外國人都一樣有嘅原來。不過咧，特別喺中國人嘅社會裏邊咧，我哋一定咧要照顧別人啦。我哋一定咧要，即係當然啦。而家譬如二十後、九十後嗰啲咧，好多時我哋就會話，佢哋已經同以前嘅中國人咧係脱節噶啦。佢哋係咧好自我啊！佢哋用自私改為自我，或者甚至乎咧叫做自戀啊！我哋都知道咧，有某一啲宗教嘅領袖人物啦，喺香港嘅宗教領袖人物咧，都曾經有講過就係話咧，新世代嘅小朋友咧係好自戀，就覺得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咧，我哋真係 New Age 裏邊嚟講咧，真係呢個新時代嘅思想裏邊啊，嗬！我哋永遠咧都係站喺一個咧中性嘅態度去到睇任何嘅評斷評論嗬，我哋唔去下一個決定先係咁樣定係唔係咁樣樣嘅，咁我哋又去研究驗證，用我哋嘅眼，用我哋嘅感受，我哋去睇體驗嗬，其實裏邊嘅真相係乜嘢咧？又或者裏邊我哋值得學習嘅又係啲乜嘢嘢咧？係咁樣嘅態度啦，咁咧。好似拉到好遠添，咁咧就關於自愛呢樣嘢啦，係啦，今個禮拜呢個題目就係咧，其實我有冇懂得自愛咧？我有冇懂得自己去愛自己？如果沒有嘅時候，我需要注意嘅或者我需要點樣樣去更加懂得愛自己咧？好啦，而家咧我哋就開始啦，洗牌啦，同埋咧就 channel 啦，所有嘅喺呢一刻嘅至高至善嘅靈魂啦，至恩嘅高我啦，並且而家喺度，甚至將會嚟到睇到呢條片嘅所有朋友嘅高我，以至到咧佢哋帶領住佢哋嘅一啲至高至善嘅一啲嘅靈魂嚟到呢度咧，俾我哋咧至愛都係出三張牌。其實我今日咧一路係有二數喺心嘅，就想出兩張嘅。不過呢一刻咧，又覺得三張係 OK 嘅。我知點解兩張，因為我其實冇乜時間。
咁但係咧隻手咧就係、是、keep 住咧係去緊三張嘅，所以我就由得佢 go with the flow。好啦，我到底懂唔懂得自愛咧？我有冇真正正愛自己咧？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哋今日可能講唔到點解要自愛。太多了，我相信在一陣間出呢三隻牌裏面可能就會有那個嘅insight 靈感嚟到噶啦。咁我哋咧揀牌先啦，好唔好啊？左手邊嘅係 A B， 右手邊我嘅右手邊係 C， 呢邊係 C 咁樣，好嘛？咁大家咧吸一口氣，呼，向前吐出一口氣，放鬆自己嘅時候，喺心裏邊問呢個問題：我識唔識得愛自己呢？如果不懂的時候，我要注意的是什麼呢？又或者如果我未夠愛自己，未懂得什麼是自愛的時候，其實我需要知道的是什麼呢？ OK， 因為三張牌緣故，剩下時間就不多了。選了 A 牌的朋友， Nurturing 就很簡單了。 Nurturing 是的， Nurturing 這張牌裡面呢，我們就看到它有很多果實，有大笨象，有小笨象。聽開這一套牌的朋友都知道了，這些的果實這個大笨象小笨象呢，它其實寓意了，和這個字呢特別是它是寓意了，就是要滋養，要撫育，是不是？我們呢其實小的時候，每一個人小的時候都依靠我們的爸爸媽媽去到滋養我們。不要說學校了，因為呢學校呢有時是做不到這件事的，就是只因自己小的時候就是有這個情況，就是學校呢就沒有給到我滋養的，反而給到我很大的壓力的。有些學校呢真的是這樣的，我很記得呢我小的時候呢幼稚園的時候經常要考試的，這樣去到老師的前面呢， 我一想耐咗咧，老師就會攞支原子筆咧，叫我個口噶啦，咁樣。咁可能咧，未必每一個人會去到咁極端啊，遇到嘅經驗啊。咁但係咧，所以我哋最應該要得到愛與滋養的呢，其實是 from 我們的 family， 我們的家庭，我們的爸爸媽媽或者哥哥姐姐的噃。那選了 A 牌的朋友呢，即是說呢，其實如果首先呢就答啦，我有沒有懂得自愛來講呢，選了 A 牌的朋友呢，其實你一是就50-50，但是呢是偏向呢你未真真正正有做得足夠這樣呢，去給你自己這個的 nurturing， 這個的滋養。因為呢我們長大了之後，哪一個再會是滋養我們的身心靈呢？就只有我們自己了，是了。所以呢，選了 A 牌的朋友你要知道了，首先要由身體開始先，因為這隻牌呢它是代表著我們觸摸到的世界的，即是 physical world 的，我們說。所以由你的身體開始去滋養自己，給自己多一點的休息，聽自己的身體跟你說的說話。很累了你就要給自己休息，不要說不行的，我一定要去做事，我一定我答應了的事怎樣怎樣。我自己都有一個的客人呢，他向來都是一個很負責任很負責任的人，但是呢由我認識他去到現在，他已經慢慢變成了一個呢，當他真的病的時候，他願意說將一些他已經約好了的工作是推了他，而去給自己休息的，即是願意聽從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心的說話了。好了，選了 B 牌的朋友，到底我懂不懂得愛自己呢？ Player 調轉了， Player 的我就很想裝下第三隻牌，因為第二隻一樣是 saying no， 沒錯了。第二隻牌呢，因為它是一隻 player， 但是調轉了出來的，就說呢你好像呢缺乏了給自己呢，在這個世界呢去到玩的時間，真真正正呢讓自己呢有一個 playful heart。 我們經常都在靈修裡面，又或者說新時代的靈修裡面有提到這個字 playful heart， 就是一個遊戲的心啊，係啦。咁而
當我哋冇呢個遊戲嘅心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睇到呢個世界所有嘅嘢都係好認真咯，真嘅一樣咯，係嘛？工作啊，又揾錢啊，即所有嘢都好似鬥爭咁樣咯，所有嘢都好似一定要贏，一定要做得好咁樣。咁其實唔係噶喎，咩叫好好永遠都有更加好係咪？有人鬧你嘅時候，你又會覺得即係好真實一樣，你可能會甚至會睇唔起自己啊，諸如此類。咁總言之咧，一個 playful heart 咧，其實係好重要噶，對於我哋喺呢個世界上面愛惜自己上面嚟講，係啦，我哋有冇懂得咧有一個咧輕鬆啊？呢一隻牌特別亦都係講話輕鬆啦，同埋一個遊戲心啦。知道其實你自己的生命呢，原來你自己就是那一個自編自導自演的那個人來的，不單止導演，不單止編導，還要演又是自己。其實每一個人的生命呢都是的，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放輕鬆一點，再看真一點，你其實真真正正最想要玩的是什麼東西呢？又或者真的放自己的繩鬆一點給自己去玩一下呢？好了，選了 B 牌的朋友呢，原來你的重點呢就是這件事了。那怎樣可以更加自愛呢？這一集呢我呢看到那個數目字是40，原來它是40、60的。那就60呢是你都60是 yes 定係 no 咧？我感覺緊嗬，其實60是負面的，40是正面啊！即係咧呢只咧仲少過頭先嗰只啊，係啊，你要更加多嘅放鬆啲自己條繩啦，揀咗 B 牌嘅朋友，咁我希望有一隻牌咧，我哋會出到咧係懂得自愛啦。咁但係如果係冇嘅都係 reasonable 嘅，咁我哋又睇一睇啊，好嘛？睇下今日同埋以後會嚟到嘅能量啊，指引呢度會吸到嚟嘅係乜嘢嘅能量先？揀咗 C 牌嘅朋友，今日嘅題目係到底我係唔係識得點樣去愛自己呢？Creativity 好嗱，呢只咧就正面啲嘅，正面啲嘅。Creativity， 雖然呢只牌咧今日咧都係調轉咗出嚟嘅，但係咧因為個牌意上面嚟講，冇錯啦，個牌意上面嚟講，個意義上面嚟講咧，呢一隻咧係一隻頭腦嘅牌，佢本身咧係一隻正面嘅牌嚟嘅，咁就係講緊我哋幾思想上面有呢一個創意，俾自己咧去嘗試好多唔同嘅經驗喎，係啦。咁咧呢一隻牌咧，我會覺得咧佢都係60-40，但係佢有60% 咧都係叫做懂得咧係滋養自己，懂得咧去到照顧愛惜自己，知道自己要聽自己嘅呢隻牌的話咧，都有55-60啦，係 saying yes 嘅，你係記得同埋你有咁樣去到做呢隻係。在三隻裏面是偏最多的，因為呢你很多時候呢都願意去在這個方面給自己呢著一些筆墨，去到呢感受或者是想下其實你自己喜歡啲乜嘢嘢啦，我自己又願意喺邊一啲方面咧，去到嘗試咧，係咁樣樣嘅能夠咁樣樣去到對自己嘅，咁所以咧呢一隻咧就係、是、OK 嘅。咁如果話咧點樣樣可以讓自己咧更加愛自己嘅時候咧，咁就真係咧你諗得到嘅都俾自己行出去做啦。同埋咧呢一隻牌咧本身嚟講咧佢就係講緊思想啦，咁要加埋咧有行動先至得啦。呢一隻牌我哋會睇到嘅就係話能唔能夠咧將你能夠想像得到嘅幾有創意嘅諗法咧嚟到讓自己咧係真係允許自己行佢出嚟，咁樣咧，你嘅對於自己嘅 nurturing 啊，對於你自己嘅嗰一個滋養、愛護就會更加嘅大啦。OK， 咁咧呢一隻咧就係我哋嘅第三隻牌咯，願意翻嚟未啊？我哋。係啦 ，OK，thank you。好，咁我哋咧今日咧呢一個題目就係話，我到底咧有幾懂得愛自己咧？其實咧愛自己呢樣嘢咧係重要嘅，因為咧當我哋如果忘記咗，唔識得去到感受自己嘅需要、愛惜自己嘅時候，其實的而且確
我哋咧對於別人嘅愛咧，亦都會係少啲嘅。咁所以咧，因為你自己已經得唔到你需要嘅最低限度嘅嘢啦，所以咧呢三個嘅啟示啦，或者提示啦，咁就希望會係一個提示俾到你哋啦，讓你咧能夠更加喺自己愛惜自己上面咧做得更加好，從而咧喺你嘅生命裏邊咧就更加多嘅愛。咁咧呢個禮拜咧就到呢個位置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